手拿相信高雄看好未来标语，绿营高雄市各选区立委加上不分区立委十个人通通站出来力挺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陈其迈。我们开始盘整整个选战，选战的横向联系串起来了，我们就向前走了。选择即将开幕的卫武营艺术文化中心当背景，象征城市的质感往前迈进。十位立委组成高雄队，喊出延续城市光荣感。我们守护高雄的价值，就是守护我们的光荣城市。我们用团结的高雄人，来让我们的高雄更大步迈前。十人一字排开大阵仗，由立委管碧林当总督导，刘世芳担任总干事召集人，其他八名立委通通名列总干事，展现团结气势，很清楚的来传达我们一个施政的一些价值跟理念，整个经济结构的一些转型，然后那让不管是我们的在地的青年就业，或甚至是其他城市人愿意来到我们高雄工作。把每位高雄市民都当成高雄队的重要成员，选战倒数绿营立委站出来喊出光荣团结挺高雄，有信心延续绿色执政力拼，议会过半。三立选举前，王宇文高雄报道。